何广智。太帅了，真的帅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广智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看得出来今天打扮得特别的帅。嗯，也是没有办法，因为自从那个男人来了之后呀，也是被迫走向了帅哥的路线。其实今天能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呢，我觉得自己特别的幸运。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的工作。我之前是在那个流水线上工作，但其实我那会儿还挺有钱的，当然也不是说我挣得多，是因为我没有机会花钱。就那会儿基本上每天必须要穿工作服，然后管吃管住，周末也不休息，就那种感觉怎么说呢，就是你们有人坐过牢吗？就只要你的人身不自由，你的财务就自由。而且我们厂是一个小厂，只有100多人，很多人说这也不小呀，我说我们造汽车，就是100多人造汽车，就基本上就是每个工序就只够分配一个人的，就只要有一个人生病了，整条流水线就得瘫痪，就离开谁都不行。这也是我当时最喜欢这份工作的一个原因，就大家的地位都是平等的，就每一个人在团队里面都是核心，100多个人在车间里面谁也不服，100多个人在车间里面都是横着走，根本走不开。然后啥玩意儿？然后我那会儿的工作呢，主要就是装轮胎，就每次把备胎装上的那一刻，我都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。就因为以我的人生阅历，我觉得这个车如果没有备胎的话，它应该不会幸福的。然后那会儿我们车间里面是没有女工的，就全是男的，你一眼望过去全是智胜同款斜刘海那种。唯一的女性呢，就是统计我们工资的那个女会计，所以每次那个女会计来发工资的时候，我们都特别的激动，就感觉这双喜临门啊。有时候为了能跟她说句话呢，我会故意找茬，我说你等一下，我的工资是不是发多了呀？后来一看，真多发了500块钱，那是我讲脱口秀之前第一次说话这么值钱，我当时就觉得谈恋爱好费钱呀。后来我想了一下呢，我觉得我现在能讲脱口秀还多亏了当时厂里面没有女同事，不然的话我可能就原地结婚了，就此时此刻我可能正坐在家里看脱口大会，然后发一条弹幕，徐志胜真好笑啊。就我提了这么多志胜，大家应该也能感觉得出来，我今年的主要的压力呢就是来自于徐志胜，你知道，就他来了之后，无论是观众还是同事，都喜欢把我俩的颜值放在一块比较。现在徐志胜都成了我的心魔了。就每次有同事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，我脑海里都会飘过一句话，就吾与城北徐公孰丑。而且总有人把我俩给记混，你知道什么？被徐广胜笑死。最可气的是，很多人都管我叫志胜，你知道？真的，我现在每次演出只要不好笑，我就说我叫徐志胜。真的，我现在的心态怎么说呢？就好比是家里本来只有一只土狗，突然有一天又来了一只，就除了原来那只不开心，全家人都很开心。新来的那只还是只舔狗呢，天天在公司舔领导，说有个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我就说志胜你别舔了，那个是保安，你要不先舔我，我告诉你该舔谁。然后呢，志胜最近还谈恋爱了，天天在我面前炫耀，你知道，就跟我炫耀他女朋友给他买的袜子，在我面前提着裤子走路，这袜子跟衣服也不搭呀。我说可以了哥哥，这双袜子你已经炫了3天了，就你现在2只脚都散发着恋爱的酸臭。
你赶紧换一双吧，不然你的爱情就要冲昏我的头脑了。他不仅跟我炫耀他女朋友给他买的袜子，还给我炫耀我们老板送给他的鞋，就这个是真的伤害到我了，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不来的话，那双鞋就是我的。因为这种老板穿过的鞋除了我俩没人要。但我们老板送衣服呢也不是随便送的，基本上就是谁红给谁。所以当前两天庞博跟智胜他俩穿着同款的 T 恤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内心特别的慌乱，那种感觉就是撞衫不可怕，谁没有谁尴尬。谁可能在送你们这些。谢谢广志。三二一，请锁票。这个城北徐工真的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吗？对对对，哦对，有的事我想说一下，就这个城北徐工属美的段子是庞博给我想的，他有点太善良了，我觉得这个人，今天真的是帅，对不对？是。哇，怎么会这么的帅？要从那个颜值上彻底完胜我们那个事儿。对，主要是那条路线走不通了嘛，现在另辟蹊径了，我觉得。压力很大，压力挺大的，压力。真有人把你们搞混吧？有啊，太多了。我现在去演出，那个我们的工作人员管我叫智胜，然后也会叫智胜广智，就这样，然后就搞混。因为娜姐上回模仿那个智胜了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广智，您这个刚才咱们也一直在学这个这个手势，对。然后您不是也特别会模仿这种吗？他很简单，很多人都会模仿他吗？你真是一朵带刺的海狗。又多了一个名号。大老师觉得这届智胜能啊，不是智胜，哎呀我都叫错了，哎呀怎么回事？这个领导怎么回事？如果智胜夺了冠军，发给我。我是故意的，你能相信吗？可以不好意思。他们两个人就是筷子兄弟，是不是？然后那个成双成对又都很直啊，非常了不起。然后我觉得他这次跟智胜来说，我觉得你是冠军啊。我今天看到广智就是他吹这个头啊，我就想起第三季的时候就讲的就是那个头发的那个段子，就他一整个段子都在讲那个头发，就聊那个头，反复讲头发。对对，我其实非常喜欢那个，我其实觉得广智不能被智胜带跑了，就是变成这个 CP 以后，我觉得就是会对本身广智的表演风格就有些干扰。但他今天还是翻得很好，我觉得他那个袜子一层一层还是往上翻的。是的，广智其实还是要在自己本来的那个表演那个风格里面。主要我现在写段子，每次写的时候脑海里是徐志胜的那个节奏，不知道为啥。哎呀，别这样，我真的觉得即使徐志胜是一片银河，你也是里面最亮的一颗星，好不好？你这不就说他就是啥也不是吗？银河系里有好几十亿的星星。听出来了哈。然后没事，但是就这意思啊，你有你自个儿的光，你怕他呢，对不对？你发你自个儿的光啊。而且我觉得他真的一上来就很自信，只有非常自信的男生才会穿这种前长后短的这种西服。穿错了吗？没穿错吧？这个西服的确是帅的，今天。他们说我侧面帅哟，哎，你转过去，我，哇，有人说这个既生瑜何生亮，但我觉得是生个鱼才会生亮。伟大的对手相互成就，而且都长得那么丑，好吧？来，广智进入等候区获得发票。